开台喽！开开，谢谢。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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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。哎，二零，耶，八点六。哎，居然变二零了吗？可怜。哦，刚是不是有电？你回应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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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 UHC 欢乐赛终于有更多的小小客来赞助地图了。哦、yeah, 棒啊！今天有地图介绍，这个感谢他，他不多做介绍，就是这样。好好哦，地图介绍就不多做介绍。UHC 欢乐。然后他说，开始的时候好像会有自动会有铁装，哦哦，190铁装，好的 play， 嗯，这是我放的，他记得干嘛？开场就可以打来打去啦。哈记，你没有开麦哦。他自己为什么要铺一堆线？哇！坏记了，我觉得这个已经要变定番梗了。记者每次都没开到麦啊！难怪我说他怎么都没反应，应该是他没。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这是什么西瓜旗？你在干嘛？想说这样子比较好看一点呢、啊？这样哪有比较好看啊？啊，那配上刚刚的西瓜是干嘛？西瓜旗？不，西瓜不是我放的。是哦，想说要下棋有没有？怎么刚刚没反应？他自己以为自己被隔绝了。不难过，不难过，埋头苦干，他都把自己隔绝。今天只换二零啊，表示今天没女生的意思哦。啊，不对，有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女仆哈记，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哎呦，有二零零，嗯，啊，那我们就直接来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是铁装有没有包含武器，没有，没有包含。应该是没有，不知道，他只说会有这个全套的铁装。你还是得挖木头。对，还是有木头可以挖，在遥远的地方。那也要小心哦，我们有那个鱼骨惩罚是500哦，最少哦，所以不要挖到石头。好好哦，好可怕哦。石头不要挖太多。嗯，找到石头的话，有啊，看得到，还是有啦，有有有，下面都是石头。一点点啊，那就是追积分对，追分对，分谁？分分分分分分，来吧，二零零哦啊，红石口袋队，红石口袋队，对，可是没有，还想差一个，差一个繁星哎，笑。要走发现你不下去了。等一下，我找不到地心啊！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是真的，真的好想你。太多四刷了，对啊，一抽多也吓死我。感谢老继续。那就那就来喽，这周场会有怎样的事情也不知道。直接 go go， 走，直接 go go。再怎样也不会摔下去了。他会找有地板的地方吧？嗯、对啊，顶多到孤岛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哇，真的有装备、嗯、旁边有树，有装备。只有耐久一半的铁装。不是吧？树在中间哦。啊，这打什打打过？他说的耐久一百是只有只剩下一百的耐久度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们可以用那个哥来果移动过 过去，快点，对对对，给我们来比。我在哪里？我在哪？哎，我在。这是欧洲人，不是一定会有那个下面一定会有可以踩的吗？我吃吧，你怎么不回复？回复啊，二零。他睡衣的位置一定会有，一定有脚下一定有东西。那就好，那就不用怕啊，你就一直吃就对了，一直吃，迟早可以过去。哎，我突突，踩一下，你怎么了？我要很帅气的打那哥莱果树，跳上去之后他就整个垮了。等一下，要近一点的地方，我记得是一定的范围内。这边比较近耶，这边比较近耶。嗯啊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我原地不动哎。过去会不会回不来？回得来啊，那里那边就有树木有泥土啦，就回得来啦。树就回得来啦。
很是就大家想办法过去，顺不过去啊！不行啊，顺不过去，顺不过去。是不是这里也太远啦、啊？嗯，太远了。你们在哪？我跟繁星在一起。哇塞，过不去了。还有没有别的树？我不知道，他说好像有四棵树木吧。而且我们旁边这些方块都不是空手可以解决的、啊。我们现在掉下来，我们要怎么上去啊？徒手咯。那个、欸、有那个随机物资箱，靠随机物资箱了。不是，我们现在重点是我们上不去，我们打不上去，救我们。哎、欸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上去了，可恶，我上来了，我把你打下来。储物箱可以。啊，我也上来，我也上来，我也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为什么？哎，我有铁镐，我有铁镐了。哦、okay, 可以扑过去了。哎、欸，那铁镐，我剩最后一颗，没关系。那个，哎、欸，我上来了。为什么？下面还有人吗？下面还有人吗？我反星停电，反星停电，空投。到底想怎样？反星给你电，反星给你电。都电去中间吗？对，还是要木头啊。我再去收集多一点哥兰果来空投给团。哎、欸，团上来了，过不去啊！哎、欸，我上来了，可以去找那个物资箱，物资箱。耶，上来了。嗯，看一下哦。嘿，那个繁星，等一下可以再回来拿石头。好，石头很多，别怕。到了。OK， 哎，砍树。那你砍，我去找物资箱。附近没有看到。有开很多物资箱啊，刚刚忘了讲、嗯。有，你看他们也都拿到铁镐了。我拿到铁镐了。哇塞！我是什么？我们是红队。有物资。对。有，我看到物资箱。来，上面其实看得蛮清楚的。哦。只是开箱要小心。哇，还有冰桶挑战。哦，有铁了。有 ，Ender Pearl 有铁，四块铁。哎、欸，那边有另一颗木头，我们就可以验一个盾牌了。哦，我看到物资箱了，我看到哈基尔他们在遥远的一方。哦，下来了，是团团吗？上面就多道道。哦，我也有铁镐了，太好了。你们有人没有镐子吗？我没有，还蛮多。好，我给你，我有了，我两把。哎呦，刷稿了哟！可以给你们。哎，你们，繁星，我回来了。那里？我在好高、上不去，找不到你们。繁星猫，挖一点那个土。嘿，哦，看到了。我来了。稿子来了。好，我来做。等，我先做我们两个人盾牌哦。好力啊，没关系，我刚变成铁力，铁力，合人回去了，合人回去，你是不是把我？怎么了？我又给你，他又回来爱我，我还要对面，他们在对面另外一棵树那里，我们要再去找另一个树吗？再去找一个树好了，走啊。这里跟我走。喂、欸，有没有其他物资箱啊？附近是应该蛮多物资箱的、啊。没什么看到，我只开到两个而已。嗯，那就来收集木头了。我们等一下可以相会。嗯哼，你们都有盾牌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、回一下。哇，这个岛有点远。嗯，应该在旁边吗？我们应该可以旁边、啊。哦，好，他在边界旁边了，你要去那座岛吗？嗯，我们是在讲同一座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哦，那是边界旁边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边界来了，好吧，那算了，边界来了，过去应该就来不及。你有可以叠的吗？有啊，你有吗？自己，有，我们自己叠上去了。我们算是安全区，但是边界来了。哎、欸，要我，我猜一个。等一下，没事，上来了。好。没看到啊、欸！对啊，都没有哎、欸。等，给你盾牌。好，我的直接先给你。好，那、啊、你们都有那个了吗？铁斧？不是、啊，我铁镐。我这铁镐。好。好。所以都没有十字品。好。我往下挖看会不会有石头好了。我有树苗哎、欸。我刚不小心把石头都弄掉了。
边中？有石头，可以中树啊。挖到石头了、啊。可是你要有骨头啊。嗯，才长得快。没错。有吗？有石头吗？我给你。有了。好、哦。跳。没事。坐起来，坐起来。2000，你人在哪？还挖来弟弟。有木头吗？哇，在团团他们身上。哎，木头这里。20给你。啊，棒棒这边。哇，这场比想象中的久啊。嗯，对啊。还以为会很快就结束了呢。那、啊、你们两人呢？啊？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，就剩你们两个。搬附近啊？附近吗？搬附近啊？是吗？搬附近、啊。都他们在另一头那边，对。为什么我看团团你在抽蓄？你怎么了？今天直播就开始有点卡了。真的假的？可是我看你们很顺哎、欸。嗯、欸。他们在重登。哎、欸，重登看看吗？那我重登。繁星，你看我前面的是团团吗？是啊。是啊。他对你笑、欸。他在抽蓄。我重登。李月跟二零在我附近吗？我在旁边啦、啊，你在旁边啊？我看着你，我看不到你们。现在嘞，现在嘞，无效筛选，我重登。现在嘞，原来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啊！有心结啦！哇，有多奇怪，可能莫名其妙把敌人扔在地上干嘛？敌人是想来是不是啦？敌人他就在看我们了。所以我现在还有手续吗？没了没了，我一直看都没有啊。是哦，还是我跟巧克力重现？那不知道，重现了。我的外有吗？也哎呀呀呀，有吗？有了，来给你盾牌。原来一直都是我重现的问题啊！我想说奇怪了，都没看到你们。我们要来个奇袭。他们在对面。对啊，物资箱好像都没了。吃个爱果顺下去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是。可是怕你吃个爱果，有没有顺到对面就、哦、安德？有可能。要看他吗？看他会打你、哦？对啊，我身上有一个安德珀。哦，那你可以直接顺过去。不好吧？就一个人过去吗？不太好。我们随后跟上。我们七天后见。七天后见。天后见。哎呦，我前面有看到一个箱子。嗯。我们这边离中心比较近、欸、我们不要过去吧。这边优势啊，冒个险。对啊，我们优势。他们最后要过来啊。可以。用木头会不会太浪费？会。木头最多啊。其实这里有中继石。啊，我用别的。他们是不是看我在那边选择，他们就过来了啦。啊，他在你的旁边。哦好了，等一下，这打开了，没有没有，那个东西好，有 Ender Pearl 哦，有 Ender Pearl， 被开走了，被开走了哦。好了，木头很多啊。哎，他们一个绕单哎，都是谁绕单？嗯，哦，那不是，过不去。快晚上，等下会不会满场的 Ender Man 啊？会。会不会有不止 Ender Man 的东西啊？应该只会有 Enderman 吧？说明书上面说只会有 Enderman 啊。好，对啊，因为是中介地形啊。所以我们先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没有，只想多挖一点石头。啊，好，我也挖一下。我们也能等啊，我们在中心点啊，他们不是。嗯。不准盖的人都会很可怕。那应该也没有什么地洞。应该没有。对啊，那洞不看啊，开始出现了，有在他们那边也开始出现 Enderman 了。哎、啊欸，我们后面、嗯、我们中枢那边开始出现一堆 Enderman 了。先坐艘小船，就可以看安德莱马上让他上船。哇哦！如果安德在生气状态，他会乱打人吗？他只会打那个吧。跟他有仇恨值的，对啊，看你是谁，还记得上一届 UHC 一名看了安德，然后去打别人，那个真的很神秘耶，超神奇的，超神，看你有没有操控安德的能力，因为我在想要不要布安德阵，就到处都是放船，然后上面做安德，然
然后看到他，他们看到他生气，再把船打掉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像有点猛哎、欸。我看到那安德有在扣血，他们在打，他们在打，他们在打安德哦。对啊，我要打，不能输。输了不输阵，会不会打一打，然后结果旁边那个在生气，一起生气，打我伙伴，有点怕。反正不知道干嘛，只能吃哥莱果。喂，好好玩啊、哦！记得吃的时候头不要看太高，如果等下瞬移的时候直接看到安德，我都低低的，对，看低的，看低的。叮！喂，呜、哦，他把我伸到边边。嗯，应该不会直接掉。YT 有开，好像 YT 今天怪怪的。嗯。嗯哼，那叫你转到 NONO 啦。我不转是有。